好，第二分。嗯，好球，果然不错哦。把角度带开来。好球，谢徐威把上一场的球比例啊，大概是82波，80%看好 Robinska。这球掉在网上，反而好球哎、欸，好球哎、欸！今天几个球球员比较保守，哇，好球，这球好球，破八点逼出。两位选手的发球都不尝试，所以在第一个发球局，谢徐威就破掉了 Varenska， 这是一个好的开。哇，这球 Varenska， 我现在第四轮。哦，你看他出手非常的。哇，在今天谢徐威的手感非常好哎。谢淑薇在这一波的攻防采取主动，即便 Rowan 出界，八半的方寸的感觉。你看他这种球路，你哪里抓得进更多的资源？好球，发球击得了飞，基本上也比较内向了哈、嗯，所以当然是需要。重复路线，又进了，发球。哇，刚才第一个切球的质量不够啊，被。好球，我又不断的奔跑，当然就有好处。你看他又把角度拉开之后，然后再来一个重复路线，因为比例还 OK。 哇，这球决定退回半场做防守，但是变线球。好，谢徐威在这。哇，这个方向没有选择对。好球，哇，不断的跳动 Rovenska， 踩向前来就要做攻击。哇，这个回档漂亮，落地是。有了，好球，谢淑薇。在第一盘三度破掉 Rovenska 的发球局，第一盘的比数还，而且我们另外的詹永然跟詹浩行他们的双打也都是顺利过关。
太好了！你看小小金龟还是什么的，好像是蜘蛛啊！漂亮球，漂亮！哇！但这球，这是谢淑薇局点第二盘的局点。发球得到分。啊，谢淑薇好像也还没有抓住他的击球模式，你看他的变线就是让你看不懂。哦，还好主审做了更正哈。对，不过这个球其实还是对谢淑薇有利的哈，可能会要重打。不过 Romanska 好像不太同意啊，不太同意可以挑战啊。所以他没有做出挑战，就必须依着主审的更正。所以现在应该回到哦，他主审认定是谢淑薇的得分呢。主审认定是谢淑薇得分哦，所以 Romanska 现在有点意见。哦，你看他现在对是得分，对你也打，你也没办法接到打到这一球，他已经做了这个判断。哦，这个球是主审，他是可判重赛，也可判得分哦，这就是他程度他是有到位的。对，但是主审的认定是说这个球。其实 Romanska 的防守一，这发哎，其实这球反而是 Romanska 把分数送给了谢淑薇啊。对。哎，今天比较不在前几场那个球童都很勇敢的直接把他抓了，然后放口袋啊。哎，今天。哦，还有啊 ！Thank you, Boga. Boga, can you run and get this one? 有人虽然说什么场地里面这么多小飞虫，那这我们要怎么打球？我们怎么比赛呢？没有，这是 Romanska 的挑剔了啊！因为就是你不能说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而且现在是谢淑薇的发球。球哦，漂亮！球轻轻的把球给拨回场内，你切五三十，抱歉。没办法鬼子切球，真的发球，他的笑容和表情看起来都蛮放松的，是，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。Nice！ 哇，太过瘾了！这有机会入选每日一好球哦。排名是职业生涯比较低迷的时刻。又来了，斜角，而且打得够平，平贴过网，现在有三个破发点，哇！这
哇，这样比。哇，这球停在场内。真的没话讲，精彩精彩！这场比赛的好球不断啊！这一分虽然这一分虽然掉了，但是真的要给 Rowenska 掌声。对，好球，这一都尽了力。刚刚这个球虽然很勉强，其实这个吊转球实在也够漂亮了。只是问题出在 Rowenska 一路是跑过来，他也看准了谢淑薇根本没有办法再把球打深，只能打回来，所以他根本是。有了！哇，其实这球 Rowenska 真的是靠着经验在处理这一球啊，因为谢淑薇不断在往前放短，所以在这球刚谢淑薇出手的时候 ，Rowenska 早有准备。想好节奏换一下。好球！哦，不过 Rowenska。哎，不错，一个 love game， 手已经不多挂在网上选手，好球，漂亮，30而已。啊，这拍下了重手，一个。哇，这拍！好，这球反而掉到领团选手。好球！利用回。好球！好球！球哇！出现高调，有了重要的一分。
哦，有了，有了，越带越开，有了。这谢淑薇她刚才。好球，解决了。传越球没有让 Rowenska 截击成功，谢淑薇直落二，6-2，7-5。哇，这场比赛他的破发率很高，总共有9次的破发机会，破掉了7次。哇，太开心了哈！真的是台湾之光。那谢淑薇今天又是打出了一场好球，那最值得我们要给他拍拍手的就是今天他的奋战能力，他又是演出了永不放弃，而且在多拍来回的同时。